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刚波恩。那非常开心，在721这天举办了我的新专辑《Ten》的发布会。在这场发布会的话呢，我又给我的所有的来宾准备了一份伴手礼，我给你们看看都有什么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来自我们的肤健品牌提供的妆前乳。那这款妆前乳今天我化妆前也用了啊，就感觉的话特别的温和，也不会觉得油腻，非常好的可以隔离彩妆，而且可以呵护敏感肌，让我们的肌肤可以更贴妆，上妆丝滑，告别卡粉。这里面富含摩洛哥的坚果油，可以抚平毛躁的角质，也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锁水，莹亮肌肤，减少上妆后的水分流失。包装呢也是黄色的，我的应援色。非常感谢我们的肤健。下面呢就是来自冰泉口香牙膏提供的晨露玫瑰味的牙膏。那这款我收到之后，我就自己就是用了一下，我也被种草了，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我觉得的话，首先味道它是玫瑰味，有一种淡淡的花香，还添加了一些中草药的成分，可以好好的保护牙齿，而且这款牙膏颜值非常高，给你们看一看，是这种磨砂的质感，有那种你看这种珠光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口香糖香氛粒子，刷起来呢也是非常舒服，清新口腔，香味持久。谢谢冰泉提供的牙膏。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 CIBIO2 提供的护手霜礼盒，是秘境花园系列。首先这个盒子就是非常好看，里面是一个套组，有黄色的、绿色的和粉色的，给你们拆开看一下。拆个黄色的，当下试用一下，我还没有用这个，试一下。哇哦，感受一下。首先这个味道就是非常清新，有那种植物香型。我平时有的时候手干的时候就会抹那个护手霜，手部清洁之后或者是干燥的时候都可以用护手霜。这个护手霜呢是由一些高品质的天然植物成分组成的，质地呢比较清爽，而且香味是那种非常喜欢的，让人感觉到愉悦的自然植物清香型，而且很小，方便携带，也很好看。好，下面呢这个是我一款我非常推荐的饮品，齁齁感清。这是一款来自彩云之南的野生滇橄榄果汁，它 VC 含量极其的丰富，而且感清的橄榄汁入口是茉莉的清香，喝完之后呢有一种淡淡的回甘，在炎炎的夏日既能润嗓还能去油，在嗓子不舒服或者大餐之后，一瓶感清都会让你清清爽爽。来给大家尝一口，而且还能去油，真的不错，真的是清清爽爽。而且这个玻璃瓶呢还能二次的利用，当一个插花瓶，可以把我们那个小花插在里面，给你的生活加一些小小的情调。谢谢齁齁感清。好，那最后是来自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玩物提供的帆布包。玩物呢是一个联合两岸三地的海外设计师文创品牌，他们家的帆布包啊、收纳袋还有手机袋颜值都非常非常高，我就看到很多款式和种类，而且我觉得特别实用，而且做工呢也非常的注重细节，整体的品质呢也非常好。那这个品牌是用自己的态度去做匹配大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日常好物，把设计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我发布会为嘉宾准备的伴手礼，那你们也是我最重要的嘉宾，所以我在这里面挑选10个幸运宝贝，然后抽取10位宝贝送我们的伴手礼，就用这个小包装了。但是这个包呢就会有各种种类的，有可能有帆布的，有可能单肩的，有可能有托特的，有可能有手机袋，到时候就是随缘了，看你们能抽到哪一个了。谢谢你们，感谢支持，期待我们下一个10年。